想到有一天你
好像有什么东西的警报器响了，不要在意这些细节。说多喝可乐，少喝水，可乐可以洗马桶，就那么硬的马桶都能洗，还怕洗不干净你吗？空调要对着人吹，让自己常年保持冷静。夏天出汗不要洗澡，那都是你身体里的精华，让它留在皮肤上，它会自己钻回毛孔里，这有点恶心吧。我们主要目的是录一期全程说话逼逼叨叨的这么一个
果你们有特别喜欢的出发词，可以发在评论区。